第一个花费精力、花费时间、花费雕工、花费脑子去设计，做生意、做买卖，周期是很关键的东西。我既然能够在原始的基础上把它给出掉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去弄它呢？当然，每一次客户一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去跟客户说，玩原始是有风险的。当在告知他有风险的情况下，他愿意去接受这些东西，愿意去玩这一些有念想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么这单生意就成了。他哪怕磨成粉，我都给他磨。然后第三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很多朋友说翡翠原石面粉比面包贵，那现在我们还是以这一块料子为例，一块2.9公斤的木纳白岩砂，整一个料子已经大开窗了。现在来问你，这块料子你打算拿来做什么？或者你认为这一块料子能够做什么？整一个料子基本上没有变种的情况下，2.9公斤，我们哪怕把这个皮全部给扒掉了，算它去掉0.9，还剩下2公斤嘛。以这么大背面这么完整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如果按手镯来切，按 1.5 的厚度来切，现在这一个厚度是8，那我们算上 1.5 也就能切4刀。当然呢，这个地方也许可能出不了手镯，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它至少有这么大的完整面。按 1.5 来切是按手镯来切，如果我按牌子来切，你们知道现在揭阳人切这些牌子是切多少的厚度吗？成品曲件是 0.6， 当然我们如果现切的话，我们可以朝着 0.8 的厚度去切。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整个切下来大概就能够切10刀。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品质，带有琴底底妆这么纯的一个情况下，哪怕我就算是取这么小的一个挂件，它都是按万来计算的。如果这个东西放在行内，懂行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去判断它。既然翡翠原石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，一定有它的理由存在。